十号以身为种的首战强到逆天，面对三位年轻至尊的联手进攻，十号依旧能够将其全部镇压。书接上回，当紫日天君彻底激活鸿蒙子气种后，他拍出一只大手压盖高天，如同一片云朵笼罩住了整片苍穹。这是紫气东来古天宫中的一种掌法，修炼到最高处时可掌控天地万物。而十号抬手间青光蒙蒙，直接一掌击穿乾坤，与对方的大手激烈碰撞，刹那间平静被打破，这片区域的紫色霞光如同汪洋般炸开。紫日天君有一股强烈的屈辱感，他原以为出关后可以纵横天地间，无惧任何同代强者，可怎料第一次决战就如此艰难，他那号称不败的紫金之躯根本不敌十号的肉身。紫日天君大吼一声，我是不败的。他双手开始结印，渐渐浮现出一柄恐怖的紫色战戟。围观的众人惊呼道，这是鸿蒙紫气种显化而成的神兵利器，其威势足以斩杀大多数虚道境的教主。可十号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众人看得目瞪口呆，他并没有躲避紫色大戟的锋芒，反而与之硬撼，想要将其压制。只见他右手挥拳施展鲲鹏奥义，展现出鲲鹏扶摇直上九万里的磅礴气势，并直接轰击在了那柄战戟上，发出了响彻乾坤的巨震。下一刻他左手继续挥拳，以雷地宝术迎击而上，并以身为种提供汪洋般的力量，将那柄战戟彻底击碎。紫日天君面色苍白，他从未想过一个人的身躯竟然如此强横，可以做到震裂鸿蒙兵器。不过最令他气愤的是，十号在与他交手的同时也在对战大虚陀与蓝仙。大虚陀盘坐虚空中，口诵真经，铸成一块块金属符号镇压向十号。可十号无所畏惧，他元神出窍，一尊小人盘坐在眉心，发出震荡天地的魔音，稳稳压制住了大虚陀的佛经。而蓝仙将九大神通尽数施展，全面向着十号轰杀过去。面对三人围攻的局面，十号张嘴喷出一片青光，那像是一卦星河，其中蕴含十号对道的理解，并将体内的门户开启，输送无穷无尽的力量，最终融合原始真解的古文全面而出。他不仅阻挡住了蓝仙的九大神通，其中的古文竟然逐渐演化为了万里，密密麻麻的神禽猛兽全都是至强生物，景象震撼到了极致。围观的所有人纷纷愣住，究竟是什么宝术才能在一念之间召唤出万里？暗中观战的长老们惊叹道，这应该是消失的万灵图所记载的法，传闻悟到最高境界便能释放出惊天的威能。此刻蓝仙已经陷入了被万兽包围的绝境中，任凭他的实力多么强悍，面对杀之不尽的古兽也难逃陨落的命运。这一幕也远远超乎了十号的预料，他也没想到原始真解中的寻常古文极尽升华后可以拥有这种逆天之举。不过这种演化对于神力的消耗也是难以想象的，强如十号此刻也有些虚脱的感觉。他自语道，一气化万灵很强，但也很凶险。最终十号张嘴一吸，所有生灵化为一颗颗光点没入了他的体内，而被围攻的蓝仙也暂时摆脱了危机。大虚陀似乎是看出了十号消耗过大，进入了虚弱的状态，他立刻动用最为强大的精神力催动佛陀心经，在虚空中化为一个又一个如山般巨大的符号镇压向了十号那里。果不其然，虚弱状态下的十号一个踉跄，险些栽倒在了地上。不过当十号稳住身形后，他体内的门户缝隙变得大了一些，力量源源不绝，并且盘坐着的那个小人化为了一柄剑胎，绝世犀利，向着大虚陀斩去。原本平静无比的大虚陀感到了深深的恐慌，快速施展丈六金身进行迎击。可就在这时，还没等到鸿蒙紫气种彻底凝结完毕，紫日天君便再次出手了。毕竟看到十号元神出窍，他不想放过这种偷袭的绝佳时机。而专注于大虚陀的荒则是冷笑着转身与紫日天君厮杀起来，两人拳拳到肉，掌掌见血，绝对是真男人之间的硬汉。远处大虚陀发现自己也上当了，那冲过来的元神剑胎只是虚影并非真身。看到十号激战紫日天君后，他便意识到其元神早已归位，而本想偷袭的紫日天君也是彻底慌了，不曾想十号如此阴险，前后将大虚陀与自己戏弄在了鼓掌之中。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十号接连出重手，以雷地印将紫日天君震得咳血，整个人再次横飞出去。这时蓝仙施展出一门古天宫冲杀向了十号，蓝色涟漪笼罩住了此地。十号在一拳击退大虚陀后，径直冲杀向了这名仙子。最终蓝仙衣裙破碎，右手臂上有五道血痕，那是十号所留下的拳印，差点将此臂膀直接击断下来。蓝仙面色苍白，非常狼狈，连衣服都被十号打碎了，实在有损他仙女的形象。下一刻大虚陀怒吼一声矮，他以咒语配合自己的手势，向着十号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击。面对如此霸道的攻伐，十号再次元神出窍，化为剑胎斩向对方头颅。不过大虚陀不再上当，径直冲杀向了十号，只是略微阻挡了一下那柄剑胎。然而十号以刚猛的一拳挡住了大虚陀的全力一击，与此同时那剑胎在冲破丈六金身的防御后再次化为了一个小人，并在其光头上削了一巴掌，
所有人瞠目结舌，这一击伤害不高，但侮辱性太强了。就连大须陀也是一呆，他紧接着便动用大神通禁锢住那个元神小人。可瞬息之间，那小人化为光雨快速消散，没入了十号的眉心当中。紫日天君喝道一声杀，再次加入到了战场当中。十号肉身发光，抬手间释放出成千上百根金色柳条，险些将紫日天君的景象锁住。不过仍有一条金色神链擦中了紫日天君的脖子，溅起了一缕血迹。所有人看得激动万分，这是年轻一代最顶级的大战，尤其是天神书院的弟子们纷纷欢呼起来。十号一人对战三大仙院年轻至尊，不落下风，尽显无敌之姿。